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行我素，我是小妙。我行我素，顾名思义是一个离不开旅行与素食的频道。这个话题在西方国家，甚至在台湾已经非常盛行，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在马来西亚并不非常的普及。很多人都对素食有一定的疑问，长期吃素会营养不良吗？素食有很多东西都没得吃，会很无聊吗？和素食者出国旅行会很不方便吗？这些问题对于从小吃素的我来说还算蛮可爱的。素食是其中一种生活方式，我只是和大家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而已。很多人对素食者的第一印象是文静，脾气又好，但我偏偏疯起来像个射手座，爱自由爱放飞的像个水瓶座，要求完美强迫症犯的像是个处女座，结果我是一个热情又暴脾气的白羊座。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所以从大学时期我就开始了我流浪之旅的钥匙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生活，不断尝试和突破，到各个地方探索世界的美好，了解各地的素食文化，推广身心灵健康和环保意识，研究烹调各国的素食料理，想把热爱生活发挥的淋漓尽致并分享给大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行我素，我是小妙，跟着我一起去探索素食的文化与美食吧。